國際大旗局，啱啱聽到昨日文俊揾過我，咁身體健康開始復原啦。咁呢個體工就做到星期日，即係話點都捱埋佢。而家喺吉隆坡等上飛機，咁呢兩節啊冇嘢講都要講埋佢係咪？我係你嘅體工大肥，今日星期四，即係話仲有五六日。咁今日時間好緊迫嘅，因為咧開場唔一樣，我自己做一日唔收聲咧，我都講到頭甩褲甩。但係咧應承咗嘅嘢永遠都要做啦，因為就唔好開始啊。即係呢個體班咁啊，仲有四日。身兼中國黨國領導人習近平在30日下午在新一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首次會議上指出，現時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艱巨程度明顯加大，對不起，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突出實戰實用和國安委員會全國覆蓋，但又要維護開放安全。時事評論員林和立表示，習近平放狠話反映中共及他的個人權力受到巨大壓力，但這個只會令經濟更加難恢復後，擔心內外交困的局面更難紓困。那這個是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所報導的，內外交困是不是什麼叫做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其實習近平說這些沒什麼意思，因為所謂的你叫人家底線思維，那什麼叫做底線思維，什麼叫做極限思維，他是沒有說清楚。但是我們根據過往這四個字的分析，你可以告訴你，底線思維即是守住中國共產黨，極限思維就是頂住所有的外來和內在的壓力，但是個問題得不得，這個才是重點。剛剛好印度已經連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不是 CCTV 才對，中央電視台的記者都踢走了，即是說現在中國在印度連記者都沒有，因為他認定你報的就是假新聞，結果中國當然又是一樣，即是說睦鄰這一方面中國已經全面陷落。之前我做節目的時候跟大家說過，現在連印度一些正常交流的都沒有，那大家印度和中國就是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兩個國家，兩個國家加埋28億，全世界得70億，即係話你佔咗四成嘅人口，但係本身就是一個好強大嘅力量。基本上只要順利咁樣發展，明日世界必然係中印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見到嚟到今時今日，兩方面已經陸續就漸行漸遠。雖然少少的軍事衝突，但是你看到印度的去中化，第一在 TikTok 一早就打殘你，第二對於外國即是尤其中國的高科技，如果你不是印度製造的話，根本上就沒有辦法讓你繼續下去，這個才是真正的意識形態。我也都看到泰國新任總理雖然還有8月才上台，但必然在這裡會對中國有某程度的限制。菲律賓、日本、美國已經展開了一個重大的南海軍演，在接下來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一個軍事會議上高，四方會議還要加上澳洲，到時就是美日澳
菲律賓，即係話南海嘅布防最主要就嚟自呢一個四個國家，跟住擺喺度嘅就係南韓。南韓擺正正一隻核子潛艇喺度預備核打擊，種種擺出嚟已經全面咁樣形成咗一個包圍網，再加上菲律，仲加上越南，中國要跳出南海或者可以行得更遠，但係你見到最有實力嘅國家，雖然你話哎呀有實力咩？菲律賓、越南呢啲算老幾啊？唔係，係因為佢哋只要借俾美軍嘅港口、飛機場嘅話，包圍網就已經完成啦。咁樣南韓有大量嘅陸軍，日本F-35B 除了美國本土之外它最多，跟住仲有一個台灣的軍火庫，在軍事力量上高基本上在南海上高同人哋的抗衡基本上不可能，再加上福建號和遼寧號這些長期的維修，而所謂的歼20在每一個國家每一次進行即是任務的時候都被外國的雷達探測到你的匿蹤，即是說隱形的功能究竟有多大，這個就是所謂的國防出了極大的問題。何況在俄烏戰爭已經看到你的 S-300、S-400 購置俄羅斯的防空系統基本上不得，將它由 S-300 改良的紅旗17，那你說你可不可以敵得過即是說一些先進的武器，這個是要想的。只要不動用核彈，你的所謂的戰艦出來，只要你沒有核動力，衛星必然探測到你的艦隊。為什麼？因為最重要的當然就是你要燒的就是煤氣，漫天黑暗實找到你。不單止是這樣，就是所謂的超高音速導彈，這個世上無敵手，而美國還是研發成功的，但是技術應該就是來自俄羅斯，因為俄羅斯早前踢爆了就是有三個極高音速，即是超高音速導彈，這些科研人員將他們的軍事技術竊取了給中共。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看到原來愛國者三名是能夠擊落出來的，即是在國防上高陷於極具艱難，即是你所持的無論是你的航空母艦、你的飛機空中打擊，甚至你的超高音速導彈，在現在西方國家來說還未構成威脅。至於外交大家都明白了，戰狼外交今日又同英國吵緊，每一日都梗有一個國家同我哋中國意見相左，咁我哋中國習慣係乜嘢？責任存在他方，即係你，全部都係你。即係當中國全面都係啱嘅時候，咁樣你嘅朋友就只能夠越來越窄。中亞五國收咗260億，但係企唔企喺你嗰邊都成問題。巴基斯坦不停咁樣伸手要錢，未計非洲、南非呢啲，總唔知攤大手板就係錢。所有嘅外交就建基於呢種咁嘅利益上高，而實際上亦都有另外一個層面。就是你大量的阿非拉兄弟不停地無窮索取，但是你聯合國的票又要靠他們。實際上以前聯合國安理會投的票基本上是由西方國家把持，後來就變成一人一票，但是近期已經要改革。如果俄羅斯這場仗一輸的話，這樣俄羅斯就未必能夠再在聯合國有任何的影響力，這樣升上來的是什麼？日本、德國和印度這三個國家，由西方國家已經推了幾年要求他們加入聯合國
常任理事国，即是这三个国家。咁如果係咁嘅话，咁样中国喺俄罗斯唔系喺联合国，佢更加会势孤力弱。至于西瓜靠大边，陆续都发现，你睇下东盟国家已经开始站队，跟住就到南太平洋岛国，即係外交上高已经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咁中国经济更加唔使讲啦，之前同大家讲过房地产基本上就已经爆咗。恒大、万达、绿地，当然做节目讲得最清楚的就是绿地，因为绿地是半国企，即是半国企都顶不住，而只是这三间加埋已经是40,000亿人民币的债务，必然会烧到金融机构和银行体系。而更重要的就是最新一列的所谓的社融数据，过去不停地大水漫灌，并不能够流落到去一个中小企行业他们那里。其实所有经济活力，你在国企几大是不会刺激到经济的，真正刺激到经济的就是中小微企，即是个个想着摆小贩做生意都，因为他是为了个人而奋斗，他们会想很多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是当大企业的时候，全部资本运作，他们虽然他们盈利，但是他们就未必有这一种这样的成行成市的风向。表面上你一间可以顶过万间，甚至10,000间、20,000间，但是真真正正落实到即是说繁荣安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中小微企。但是这一次的社会融资或者出口量，你都看得到所有的钱就来在国企，而国企过来做什么？借新债还旧债，这钱你给了我了，跟着我就将这钱还回以前银行的贷款，那就即是不停还不停还，那不停地增加利息，到最后尾都会爆，即是债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坍塌的一条支柱。当经济没办法走下去的时候，这样你内需出现了问题，外需外贸不停地走。当然你见到 Tesla， 喂我来哦，高规格、你要见哪个见哪个，李强又要见，秦刚又要见，商务部长王文涛又要见。咁我问你啦，系咪 Tesla 一个马斯克就可以救全中国嘅经济？当然不能，何况会唔会做都成问题，因为佢系美国公司，星链好多嘅技术资金嚟源于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嘅资助。推特虽然而家哎呀调整翻，但系最主要最多人用嘅依然系美国人。咁再加上就係一個腦部晶片嘅新計劃，可以令到老人痴呆，甚至一啲腦部問題解決嘅，佢而家擺出嚟，呢啲全部都係美國資金，而美國嘅限制，甚至歐盟嘅限制，已經令到 Tesla 汽車唔能夠走出國中國嘅門口，因為美國你是中国制造要加关税，所以你做不到，必然要将 Tesla 在美国制造。欧盟德国已经叫你要做我们生意，麻烦你 Tesla 在德国设厂。而实际上因为价格问题，你看到印尼和欧盟他们一些政府用车，他们是用比亚迪的，即是说此消彼长之下，人家限制了你，而更重要的就是你的市场出现了问题。那你说了，马斯克来到怎样救到中国经济，全部都是道具，即是说全部都是报警板，马斯克来就是报警板。当民营企业陆续萎缩，我跟大家说阿里巴巴一回到来最重要是一拆六，跟住去日本教书，
扶植民企的自己人已经不复存在，你讲得更好听到社融那里看得到，你的钱只是流向国企，这种种已经令到整个中国出现了问题，经济上跟着开始人心不稳，白纸运动、四通桥，甚至就是你的维稳速度，连一些社会事件好像胡鑫宇你都打下来，他半年之后也都有一个女仔失踪了几个月，就在胡鑫宇失踪的地方没多久，事隔了半年才能够找回尸体，又是当街当巷找到的。这些疑团令到整个中国的人心不稳，因为在这么高的摄像头底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你不要当国家安全、习近平安全、中共安全先，这种这样的不稳定性，而近期的所谓群众事件，你拆清真寺，结果惹你回教，即是一些所谓伊斯兰教徒奋力对抗，大量的大学生失业上山下乡，结果并不理想，年轻人失业率已经突破了 20%，这个是整个中国的希望，也是全世界的希望，年轻人就是代表希望，但是他们失业最严重，这个就是所谓的乱源。现在房地产有超过4000万间的发泡房，楼价以上海的二手房尤其豪宅是直接跌剩40%，全个中国二手楼的交投量每一个月都每况愈下，就以香港，香港已经连续第12个月的出口下跌，那中国也都是，其实唇亡齿寒，我们香港4月份出口量再跌 13%， 基本上香港的所谓的叫做运输业、物流业已经被摧毁了。因为点解？因为连跌10个月，同比上个月跌 13%。如果以每一个月是2-3% 跌落去，12个月都得翻一半，何况是以双位数咁样跌？咁当然中国是跌 11%。咁你就话点样做？内外交困，天灾不断。现在开始就来了粮食不停，每日唱高，我们年年都大丰收，但是年年就要增加粮食储备，但是每一次查粮仓就必然有火灾，所以这些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不稳元素，而网络的声音越来越多，用民生问题来话给中共听他们究竟有几不满，就好像胡鑫宇案一个失踪人口那么简单，但是中国加大维稳的力量，一路将这些声音压下去压下去，但是你压下去是声音，但是人心呢？所以习主席在今次的安全会议他是讲得很清楚，而这种这样的讲清讲楚也都真真正正是令到整个中国的不稳，因为他很简单，他告诉全中国听，就是现在已经去到一个极限挑战了，而社会是随时都会有一些不安的情绪，叫大家就是说严防死守，但是你所谓的严防死守和事实上得不得是两件事。我们经常举例就是说受西斯古，当他在演讲的时候下低万人空巷大呼受西斯古万岁，突然间有一个人说打倒受西斯古，结果当场这样就激起了大量的人口齐声嗌口号，受西斯古就仓皇出头，到最后尾横死街头。历史无论你怎样读，不知道为什么人类都不会吸取教训，永远都在内循环当中，所以见到这一次习主席他标榜的是不是真的能够令到中国安全，
中國安全等唔等於中國共產黨安全，或者等唔等於習近平安全？我係你嘅替工，今日係倒數第四日，希望今日能夠完成到嘅，翻到香港會輕鬆啲。咁星期日之後，咁就要交翻俾司徒文俊噶啦。咁盡力做喺呢度都要賣下廣告告白，就係大家 like， 即係俾隻手指公 share 出去，分享出去啦。訂閱，因為而家我哋喺香港做網台嘅，尤其講時事評論嘅，好多時候都會退訂閱嘅，所以你睇翻你嘅訂閱啦。可以嘅話，加入司徒文俊嘅 Patreon， 亦都可以有啲實質支持嚇、希望網台不移，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節目做到呢度啦，要同大家講聲拜拜。